一个自己的凯文障碍哦，就是今天呢正式达到了24轰，那也是正式的创下这个记录。那今年呢同胜狮队比较可惜，也没有办法打进总冠军。那今天也就是我们例行赛的最后一场 ，Kevin 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就是这整年都一直支持着你的全片我们说一下？首先是谢谢支持同一狮的球迷，希望明年你们还可以继续支持我们，谢谢。除了 Kevin 表现非常精彩之外，其实。